姨娘虽然回到徐府，可徐令仪却让赵颖将自己的东西搬回半月畔。史姨娘虽然心底失望，可她自知自己的不信任与怀疑伤徐令仪至深，她只好让琥珀帮侯爷收拾东西。随后史姨娘前去看望丹阳，她已经得知小兰的事情，她让丹阳跟徐令宽敞开心扉好好谈谈，丹阳却摇了摇头，他早在嫁入徐府之时就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，他只希望余生徐令宽能好好待他与孩子。所幸徐令宽并非让丹阳失望，他再次向丹阳承诺，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着他心中只有着丹阳与孩子。连日来史姨娘一直为徐令仪准备饭菜，可徐令仪却半口不吃。五娘前来看望史姨娘，如今五娘已有身孕，她的幸福喜形于色，在知道史姨娘与徐令仪闹脾气之时，她让史姨娘抓紧时间诞下子嗣，有了孩子便能紧紧抓住徐令仪的心。徐令仪的冷淡落在琥珀与冬青眼里，二人心底着急。冬青来到半月畔打探，在听到徐令仪伤重，凌波认为十一娘对徐令仪的诚心还不够，他气急出来与凌波理论一场，闹了几句便回了西跨院。之后十一娘主动来到半月畔，她准备为徐令仪换药，徐令仪不愿意接受十一娘的换药，可十一娘却直接上前脱了徐令仪的衣服，并告诉徐令仪她以后会日日来为徐令仪换药。徐令仪奈何不了十一娘，只好由着十一娘来。林氏险破天荒主动回家，他送了贺礼向靖远侯庆生，还愿一般回屈家住。靖远侯大喜，只希望家和万事兴。殊不知林氏险是为了吕姨娘之死一案而来。十一娘在浓妆遇刺那天，他识得一黑衣人的身影，那人极有可能只去例行的随行，故他回屈家便是为了查探线索。林氏险归家令屈例行产生了危机感，屈夫人认为靖远侯之所以没有重用屈例行，是因为他屡次行动失守，故他在为屈例行出了一计。王玉在酒楼被人挑拨唆使，他趁着酒意来到魏国公府，跟魏国公府的管家发生不快，二人都出了手。魏国公因府前的喧哗来到门口，王玉一见魏国公便心生畏惧，口口声声喊着魏国公杀人了，便逃离魏国公府。次日王玉的尸体在市井中被人发现，王家得知此事后皆大为震惊，二娘更是六神无主，不知未来路在何方。徐家的花院在秦姨娘的照料下艳压四方，徐太夫人准备办一场赏花宴，邀请各家夫人来徐府赏花。难得徐太夫人如此有雅心，十一娘细心地准备着一切，力求尽善尽美。正在十一娘操办花宴之时，她得知了王玉遇害，二娘因伤心过度而小产的消息。她本想前去求徐令仪打听此事，可她迟迟开不了口，反倒是徐令仪早已经为十一娘打听好了一切，
他来到西跨院，将目前的形势分析给十一娘听。他认为魏国公绝不可能杀王玉，且他已经让人好好彻查王玉一事。过几日王家发丧之时，十一娘也好去安慰二娘。屈夫人来到王府，如今都察院因魏国公位高权重而不敢得罪魏国公，他故意提起永平侯在朝中的势力。如今徐令宜与王玉又是连襟，只要徐令宜愿意开口帮忙，王玉自然能报仇雪恨。听到屈夫人的话，王家让二娘去找十一娘，只要二娘能劝动徐令宜，届时王家便会过继一个孩子到王玉名下，让继子继承爵位。若是二娘行事不成，孩子便会继承到王玉父亲的名下，与二娘无任何干系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屈夫人还出言游说了二娘一番。二娘本就恨十一娘入骨，如今她有难，她绝对不会让十一娘做事不管。徐令宜跟二娘到王家告慰王陵，二娘要求徐家帮忙此事，十一娘直接拒绝了二娘。她并不欠二娘的，二娘心底发狠，是要十一娘付出代价。出了房门后，十一娘遇到了林世显，林世显将王玉之死十分蹊跷一事告诉十一娘，他向十一娘保证他定不会插手徐屈两家的恩怨。十一娘只告诉林世显，无需事事同他交代。